小猪佩奇和小猪乔治来到了大蛋糕的面前，这个蛋糕非常的巨大，佩奇和乔治都非常喜欢吃，他们钻进了蛋糕里面，终于吃了一个饱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蓝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